人 Gino 近来一面拍戏一面忙着张罗新家，昨天开心的在脸书分享新家的照片，设计相当有饭店的高级感，让网友们惊呼不已。他并透露新家装潢过程并不顺利，受到缺工的影响，原本一天薪水3000元，他给到8000都没有人要做。Gino 在脸书分享新家的照片，客厅、房间都相当有设计感，并使用相当多木材元素，让房子感觉超有质感。浴室更是如饭店设计般，在浴缸前方放有小电视可观看。网友们纷纷惊呼，超美的豪宅，景观好，气氛佳，你的新家简直就是5星级酒店的风格。苹果新闻网报道。